文君姐对你来讲是好人，我对我来讲，伊只是一个表里不一、想要伫我性命的人。所以你这时间点出这种代志，嘛真有可能是伊安排设计考虑过啊。你拄则讲我无是你的小妹，我才感觉你雄雄变一个人。我实在你明明就是一个不留体贴的人，甚至伫我甲阮妈冤家的时阵，还佫会安慰我、苛刻我。 你讲每一个人拢有伊讲袂出错的苦衷，委屈甲心酸，咱应该尽量去体谅人。是安怎你袂当用同款的态度去原谅文杰姐啊？咱的初心无够，无我亲像你这么单纯啊！好啦，莫讲遮啦，我袂当破坏我的心情，啊若无影响到我甲姐姐约会。 姐，真正是嘞，我即马敢当用这种方式甲你撒开，想好你赶紧讨厌我，你才袂继续有家己的痛苦，有家己受伤。林子谦，你到底想要创啥？我真正想去。我讲过，我袂加问你的代志。 啊，不过你莫两寸讲你遐离谱，去达成你的目的。歹势，我无兴趣。刚刚你真正无想要知影，我的目的到底是啥？我拢已经准备要向你坦白啊！你若是无来食这顿饭，你哪会知影？我哪会知影？你真正的目的是啥？不管我的目的是啥。 我拢是徛伫你这边的，虽然即摆阁毋知影你甲罗家峰是虾米款的关系，啊，毋过一旦确定的是，未来你会为着要争取永兴接班人的地位，你两人会竞争。真拄好，我的元首人是你的对手，所以到时阵，你一定会出事啊，我这盟友。太子，我待等真久。 安杰今天嘛来啊，这绝对是境遇的变鬼。林子谦这开回来，绝对是有所准备，要来我好看的。罗家峰，你无定着的个性也是无改变，即马心头一定是乱糟糟。我着看你伫恁某面头前是要安怎样。我是听人讲，罗副总迄个胡林的感情是好甲大家拢形成。 像罗副总这样优秀的查甫人，会当把伊的心掠掉的，我相信你一定有撇步。后日我才找时间好好向你请教。要挽掉查甫人的心，其实嘛无啥物撇步啦。就参照正宇，伊将伊100%的爱拢给我，对我无任何的温暖，无任何的秘密。 伊相信我，我充满安全感。上重要的是，伊陪我走出真一段感情的创伤。我常在讲啊，这就是天公伯啊，为着我身躯边，伊就是救我的 angel。 Sorry guys, I'm late. Jesse。 徐敏，你哪里来？你哪有熟识啊 ？No way！ 我来跟我 uncle 的约会的人竟然是你，哇，这世界内真是衰啦！徐敏，伊就是你所讲的 Jesse。 Yep， 伊就是我的忘年之交 Jesse。 徐敏。 原本想要给你一个surprise，想要到今日心破梗。哦，你记住我的介绍，然后用你家己实力入来阮用心集团。嗯哼。Good job！ 非常欢喜。哦，咱俩啊，咱会这么有缘啊。所以你讲。
私底下再跟你讲。原来伊伫个礼拜永兴集团进前，早就先接受志汉啦。看来志汉对伊印象袂歹，伊既然无甲志汉讲伊就是伊的亲生妈妈，一个林子倩到底是伫拍算啥？当初就是因为 Professor Jones 的鼓励，我才有勇气重新站起来，我才会甲志汉带倒来，我的身躯比当作是目标。这十八年来，我无微无力的拍拼，我就是为着要证明给你看，我林子倩唔免靠任何人，我家己有能力饲囝。就算我唔是啥物人家的千金，我甘愿袂输你。你会当死心吗？自然是阮老家的心头吧。这十八年来，你都无尽着做妈妈的责任。那是因为老家出丑，做妈妈可怜。因为你无资格做一个妈妈。就算我现在成功倒转来台湾，佫是安怎？你也是同款，无改掉你的坏习惯。用继承文接近志汉，用继承文李白永信集团，用继承文跟文耀约会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用白钞去包装的。你即卖就是讲要拆破我的身份，那是有必要。好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我即卖就去找你的 Angel， 甲伊讲，我就是当初让你爱到失去理智，一世人都无法度放袂记的错乱情定。快演啊，欢迎。你，我上讨厌人威胁我。你是？你害我对爱情失去信任遐尼侪年，我真无简单为正义一边找倒转来自省。你若是破坏两个人感情，我绝对袂放你煞。咱就做伙落地啦，唔想你试看卖。我是为着要转来啦，我敢会惊你？我跟廖尊讲，罗安姐，我去去甲警署失控，结果等到是我查证，叫温瑶去死。讲什么对 Jesse 有好感，甲伊相处起来感觉足好个。我要根本的存心要讲我死心的嘛，我真不相信我会输给伊查某。对啊，我也不输啊。要唔过罗家峰看着 Jesse 的反应嘛足奇怪，敢那唔是足介意的，对于讲话嘛无咧客气。敢讲伊只是表面上赞成 Jesse 甲文耀交往，要唔过实际上。佮惊讲伊两个真正斗阵了后，会对伊造成威胁无？啊！我不是跳过伊，像就是滚水一样的。紧爬起！我想做安尼啊！你若是无安尼做，就会被人发现啊！有人伫咧内底无？我刚才有听到奇怪的声呢，你是毋是需要人斗相共啊？若是有人，你毋着甲我小应一下。是咧甲我讲话哦、喔？歹势啦，我拄则戴耳机看影片，无听着。你讲啥？是你哦 ，Jesse。我禁欲啦。我拄则听着个洗手间内底，敢若有人的声音，想讲是毋是有人受伤啊？需要斗相共啊？我无代志，你放心，我等一下就转去啊。无，我马上等伊包厢。嗯。毕竟啊，你趁这个机会搞创治啊。我对你已经足客气啊。等阵，牛队。我看你无啥物好讲诶，我想要讲诶话拢讲煞。这是女厕哦，你若想要留落来，随在你。你讲煞，我袂讲煞。你这个人哪会遐尼无礼貌？徐师爷，爹，爹，发生啥物代志啊？
你哪会为女生洗手巾造出来？Jimmy， 你别误会恁爹地。我拄则伫个洗手间内底时阵，雄雄发现无卫生纸，我就喊声看外口是不是有人会当倒沙缸。拄好罗副总经过，就摕卫生纸入来给我。是啊。啊，不过拄则我听阮爸的口气，对你敢若足歹呢？我应该无听唔着。爹地只是讲话较大声尔，我是问你想讲奇怪哦，啊，好心摕卫生纸给伊。无甲地址说一下多谢的，啊，可能是有啦，我应该无听清楚啦。我可是有说多谢，是你无听到。啊，不过我袂因为安尼就误会了副总，毕竟以后伫个公司会常常合作，对不？对啊。甚至这事情有可能变成你暗苦爱面女朋友啊，啊，当然要保持好的关系啊，对。罗安姐，你讲像是井底之蛙，你来叫看。我这边问你嘞，你这人家实实良实在创啥？我伫这甲会讲话啊。我你回答我，你无伫咧内底，无做事，你做来叫创啥？罗安姐，你是不是喝酒醉啊？你哦，我无讲一声，这样凶走出来，还大家烦恼你呢。好啦，已经上甜点了，吃完准备要离开啊。我喝酒喝饱，甜点哦好自然吃。我还想要伫这咖啡，还够吵，还够热。圣诞灯光会，那无我规巴肚的烦恼拢无人通好讲。安姐，你小心安尼为难你家己。我哪为难我家己？我还是欢喜，你的身躯边有一个足巧，我足了解你的人照顾你。你是一个好人，你一定得到幸福。我就是好人，我希望伊会当得到幸福。安姐，不过我希望你能得到幸福。阿婆。我这么所做一切，都拢无意义啊！你是要问问啥？你唔免烦恼啊！我真正足欢喜的，我看到你的身躯边哦，有遮尼优秀的人陪你，我欢喜个，拢想要跳舞啊！可是你，你徛拢徛袂稳呢。安姐，你不来接啊？安姐，你真正不要紧啊？是啦，我不带去。你两个在我们家创啥？我可能啉伤济啊啦，我拄食哦。好啦，安就啉烧酒醉啦，一人走出来，我甲子涵四个来找伊，好甲再找着。拄食，餐饮摆倒，我赶紧甲扶好。你真正是一个足疼小妹啊兄。